那情人节的优惠邀请，请在家里的某些地方找出明天情人节要穿的小裙子和礼物。温馨提示：沙发、衣帽间、卧室各三处。没有啊。认真点。哇，你怎么知道想要这个好久了？来到卧室继续翻找，请穿这套。哎，你帮我搭好了，真的不必太细心啊。你再找找看呗，我可不是到此为止的哦。还有，没有什么好东西啊。看看呗。这可是老庙的有趣婚嫁系列心动三部曲，我特别喜欢这个爱情设计，感觉特别适合你，就买给你了。也太积极了，你先别着急感动嘛，还有个地方没找呢，是不是？去看看。卧室啊，竞选工作准备的这么多。布灵布灵又美好的东西都要送给我的爱呀，情人节快乐，宝贝。这么多礼物我真的太喜欢了，我给你戴上呗。我去换裙子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反正情人节说什么都不如收黄金。衣服也很搭，很会选嘛。那是。